次的考勤拍卖正式开始了哈！哎，围过来，围过来！啊，机会难得，机会难得呀！今天拍出的第一件拍品就是我手上的这张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叫迟到员啊！我们同志们都晓得，这个工作啊都很辛苦啊，难免有起暗号的时候要迟到，迟到一次要咋个办？扣50-50块钱了啊，同事们，50-50块钱了。但是你有了这张卷那就不一样了，它可以帮你省掉很多的钱啊，七百家，精卫5元，哎，有没有高于5元的？啊，10元，十，20，20，20，有没有高于20的？有没有高于20？20元1次，20元2次，30。有魄力，会算账啊！啊，放个玩钱出价30元，有没有高于30元的？30元1次，30元2次，30元3次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拿过来我，成交！啊，拿钱来吧，你有了这张卷不得了啊！啊，你迟到一次，那把你省20元。啊，话说啊，啊，我的第二件拍品。你太爱唱儒家了嘛，如果你老是这样下去的话，
我们那个家就不成家了。我马上要开高层会议。高层会议又不会请。嗯，大金哦，我今天有贵宾来说，整得这么隆重。哎呦，没得客人，没得贵宾，就你妈跟我。哦，不要乱，这个是给你妈准备的。哦，给我妈准备的时候，那我可以尝试着。哎，不要动，你晓不晓得，今天是我跟你妈的结婚纪念日。哦，你不要在这儿搅臊，好不好啊？你们都是三十多年老夫老妻了，这啥子结婚纪念日？其实今天是真主婚，接下来我们要过预婚、保释婚、金婚，还有那个钻石婚。哦，你没听别个说啊，这个婚就是爱情的坟墓，哎，每年的这个结婚纪念日，那就是在扫墓。大胡乱说，我跟你妈是真爱。是幸福中的模范夫妻。哎，人家也说了，哎呀，啥是模范夫妻啊，充其量就是示范功夫。棒棒儿，你看你在城头去工作过后，你就学坏了，晓不晓得，开一口一个坟墓，闭一口一个坟墓，啊，如土为安，总比暴尸街头好嘛。哦，对了，赶快去看你妈妈回来没有。哦，你的真爱啊，他今天加班开会，可能回来不到了。去，不要跟我开玩笑，去看哈。我没有开玩笑，正儿八经的。你不行嘛，给他打电话噻。各部门的领导、负责人都到齐了哈，我们要讲一下下半年的生产和销售计划。喂，我在开会，等一下再会。好，拜拜。请大家把手机都关成静音哈，这个是开会的最起码的礼节。哎，王猫儿，你晓不晓得？我给你妈手机上设置了个铃声，只要是我一打过去啊，你妈就听见了我对她的真情表白。哎呦，真情表白呀！好，继续开会。这个下半年的生产和销售计划就非常重要。老婆是天，老婆是地，肉是长脚，那个面壁。老婆哪个的手机？老婆是宝，是个要。江小兰。老婆是真，老婆是夫人，这个不是我的哦，这个是老公找老婆的嘛。那哪个的哪个的，交出来吧手机。是个要对老婆好，老婆是真，老婆是仙，爱你爱到了心尖尖，老婆美。兄弟，我听到这铃声是从你那儿传出去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张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刚才都通了。但现在关机了。啊，应该是开会。晓得，开会的时候肯定会接我妹妹电话。你晓得，他现在跟你是根本不拜，绝不赞成。人家都喊他东方不败。
东方不败好噻，你妈是个常胜将军，永不言败。哪儿是这个意思嘛？人家说，他外表虽然像个女人，内心就像男人一样彪悍。王宝儿，你越来越不像话了，你咋个敢在背后说你妈了啊？这都是我说的，我从公司人那样说的。哎呀，说实话，我妈现在看到我都难得一个好的脸色。我跟你说嘛，估计今天晚上她又要整到十一二点。啊？哦。你妈妈是个女的，懂事晓得。你看这么晚回来，万一出了事情就不得了了。我去接啊。算，我去接。不，我去接。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，我要给她一个惊喜，晓得不？哦，对了。这儿的东西有些乱啊，一定要看好啊！我看好，你慢点吧，注意安全啊！看好，收到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你找哪位？啊，我找杨彩凤。哦，杨主管吗？他在开会，请问你预约没有？我是他老公。哦，你是他老公啊？但是我们公司规定，没有预约是不能够进去的，请你在这儿稍等一下。老公找老婆还预约，又好笑人。但是呢，老公是哎，到监控室来一趟。好，来了。要不这样子嘛，请你在这儿稍等一下。如果你没有经过允许擅自进去的话，公司就会说我没有坚守岗位，请你配合一下啊。哎，小妹儿，你过来嘛。这样，已经蒙你了，我帮你这儿守着，你放心啊。你帮我守着啊？你真的是杨主管的老公吗？老公还有假的哇？真的是。好嘛。哎呦！哎，我帮你打开。啊。哦，还是电动的。好，我帮你守着。哦，你去吧。去。下来。小猫，你们这厕所在哪儿？走。小猫，我来不及了，我去改个手，我不能帮你死我。我想上个厕所。呸！黑灯瞎火的，你个无名无姓无业游民，跑到我们这种大公司来，就要上个厕所。呸！你笑个屁啊！你当我是瓜的嗦？像你们这种人，不给你来点动作戏，你是被老师交代的了。走，走哪儿去？你不是要上厕所的吗？派出所那儿厕所比我们这儿大得多、哦，走！哎，别笑笑，我这你误会了。哎，我来说，我是你们杨主管杨彩凤的老公。哎，你是杨主管的老公啊？啊，哦，那你还是棒棒儿的老汉喽。我还笑死。那你还是赵二娃、铁公鸡、张麻子的同乡喽。对了，这下搞懂了。站了。现在嘴娃子还整得专业的，看你来我们这儿之前还是做足了功课的哦，把我们这儿裙带关系都搞得一清二楚。像你们这种人，
我见得多了，你们这种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，走，我派出所走一趟，让我干了说，你说啥子都要得啊！少废话，走啊！是把皮给我烧完了的，哎，你晓不晓得？今天公司会议是开会的，都是公司的高层，是领导。你可以哦，哎，你招呼都不打一声，就把我的手机来一点铃声给我换了，还专门挑到我开会的时候给我来电话。哎呀，这些都不说，更气人的是，哪个喊你来公司？哎，还嘴呼呼的到处东晃西晃，对了嘛？哪天人家保安把你当成贼娃子了？更不能容忍的是，你还跑到会议室来说了那么一大堆没得名堂的话。陈监管，你晓不晓得我当时的心情？我好像一耳巴子把你踩到墙壁上去扒起，你抠都抠不下来。我现在最后警告你，以后没得我的允许你再跑了公司，老娘要给你两个拼命。你晓不晓得今天是啥子日子？我咋个不晓得呢？皇帝上今天犯傻犯冲，诸事不利。哼，我开始还不相信，现在我相信你就是那个商人心。看来你的确记不清今天是啥子日子了。
今天是我们两个的结婚纪念日，这个是给你准备的。特别的日子我咋个会搞忘呢？你没有搞忘啊？那你给我有没得礼物了？是啥子礼物了？哦，大哥，你把眼睛闭到吗？啊，闭眼睛。嗯，以前啊，都是我迟到。哎，现在要是你有了这个啊，你就可以享受迟到的这个待遇哦。不管你迟到好久，我都要等到你。Yeah.